这个男人尾随着美女走进电梯，门刚关上，男人就粗鲁地将她按在墙上摩擦。不过女人也不是好惹的，一招猴子偷桃就让男人明白什么叫真功夫。这个渣男叫小强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CEO， 平时最喜欢调戏各种美女，是个顶级海王。可刚进入电梯没多久，女实习生就打电话给小强，问他是否知道外面混乱的情况。小强听得一脸懵逼，正想开口撩妹时，电梯突然发生了故障，随后直接卡在了楼层中间。小强立马求救大厦物业，可没有得到一丝回应。终于呼救机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楼层到了。女人潇洒地走了出去，留下一脸空虚寂寞的小强。没想到报应很快就来了，电梯突然发生故障，已经将他困在里面几个小时了。门口突然传来嘈杂声，人们慌不择路地四处逃窜，根本没人理会被困的小强。他在电梯里忐忑不安，慢慢地走向电梯口。突然一群满脸鲜血的丧尸扑了过来，小强迫不得已只能开枪，可自己却无意中受伤了。枪声引来了大批丧尸的围攻，子弹已经没有了。看着眼前张牙舞爪的小可爱，小强忍不住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手机突然吵醒了小强，一看竟然是妻子打过来的。男人终于重新燃起了希望，想尽一切办法取下了保险栓，接着打开电梯门爬了出去。走出血淋淋的大厦，街上一片狼狈寂静，遍地都是恐怖的尸体。小强捡起地上的牛奶想补充体力，谁知一只丧尸居然假死。关键时候，小强耳边响起了枪声，原来是楼顶的士兵救了他。